Thank you.
嗨，大家好，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敲个一。可以哈，好。好，这个周末啊，这个朋友确实来的很少啊。好啊，就好像就四位朋友，我看一下，就四位啊，刚才还挺多的，刚才有八个人啊，好，我们现在啊就7天开始啊，然后大家呢可以抽这个空啊，抽大家还现在还不困的时候啊。因为听一天课肯定很累啊，今天肯定困得早，对吧？趁大家不困的时候啊，可以先练习一下，对吧？好啊，我们还是啊前面这个内容简单说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SketchUp 全能室内设计师养成班，这里呢是我们的 Enscape 极速渲染片。那我呢是 Andrew 啊，我们这一节呢是第三章。Enscape 室内实战案例练习的第三个案例，我们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书房竞争效果图的一个表现。这一章呢也是比较简单。然后呢，其实我选这么多的案例啊，就是希望大家啊，在周末的时候啊，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练一下，对吧？很快啊就可以做出来。然后呢，你把它掌握会啊，然后就可以尽快把它转换成一个你的生产力工具，对吧？啊，就是这张图啊。这张图呢还是比较有感觉啊，因为它这个背景啊是这个红色的啊。我们这种设计啊也是不常见啊，这种跳色，对吧？但是做出来还是很棒的啊，感觉。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视角，对吧？好，那我们呢就切换到模型。那这个模型啊，其实与我们这个主卧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呢，把它们啊全部选中啊，就在那个整体模型中，啊，把这个删掉，在整体模型中全部选中呢，成个组，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切割工具，对吧？痞子助手这个切割工具，把它切开啊，切成这么小的一个块，然后呢，我们啊就可以给它，这个把后面的墙啊做一些夹，把它拉长一些，这样呢方便我们去打角度，对吧？然后呢就可以做效果图了，对吧？那我们呢？这次啊，先打角度，对吧？你像这条线啊，就是我啊为了打角度而做的，对吧？我们把它拉到下面啊，打个角度，比如说一点透视，对吧？往这边打，好啊，高度是1100啊，这个样子的，对吧？那可能啊，我这条线啊需要啊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场景啊更近一些，对吧？这里走1100，对吧？好，差不多。然后上面这个空间啊，我们是不是显示出来很小？但是呢，我们可以用 Enscape 这个构图啊，渲染出图那个比例啊，去调整一下。啊，这个呢又更好一些啊。我们把这个下面的边啊，给它勒到这里看一下。好，我在这边走一下。啊，这个又过了。好，差不多啊，就这样。我想一下啊。好，我们这里啊就不纠结了啊，我就到这儿。好，差不多。最后一次啊，这个录播里我会剪掉啊，这个。这个测试确实很麻烦。好啊，
保存一个视角，然后呢，哎，找一个这个监控，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啊，监控视角，尽量把我们这个穿帮的一个地方啊，给它这样遮一下。不行啊，到时候裁掉也可以啊。这个呢就不好弄啊，你不可能和这个我原来做的一模一样啊，只能说是接近。啊，就这里吧，我们这里呢想办法给它裁一下，对吧？好，两个视角，对吧？然后这里呢需要啊有一个这个代理物体，对吧？这个呢大家可以啊，比如说找一盆花，然后呢给它这样放进来啊，然后在 Unscape 这个渲染窗口里面给它调一下这个位置和大小，对吧？那我这里呢就不演示了啊，这个很简单啊，我们上午已经说过了代理物体，嗯，想一下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代理物体很简单。然后呢，我们调一下材质，对吧？这个很快。好，地面呢，我给它一个大理石，对吧？然后给点凹凸，一点点就行了。然后这个也是啊，我们这个呢也给个大理石啊，这个木纹啊就一点点凹凸，把它反射降一降啊。没有大理石那么反射强烈。好，皮革呢，我喜欢用塑料啊，塑料的感觉啊，就是比它这个自带这个皮革材质啊要好一些啊。给点这个凹凸，然后这个是香槟金的一个不锈钢，这个是布料啊，这个好调了。这个是陶瓷，这个也是布料。这个卷轴的这个轴啊是亮面的一个烤漆，对吧？这个呢是金属，啊，玻璃。这个呢是金属，这个啊胶条给一个皮革，啊，这个布料，对吧？然后这个代理物体啊，就是忘记说一点，就是我们做代理物体之前啊，一定要把它给它把这个材质啊全部复好。那就比如说啊。我这个抱枕啊，我要给它做代理物体，对吧？那我们呢就要事先给它，比如说中间啊是皮革，对吧？我事先啊就给它把这个材质啊全部调好。好，啊，这是不锈钢。然后呢，我要做代理物体，对吧？右击这里啊，保存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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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代理物体，对吧？然后我点一下保存，这个呢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原模型，Unscape 帮我们把原模型备份出去一份啊，以防止我们找不到这个模型，对吧？单独保存出去了，保存，对吧？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代理物体，啊，我们可以在 Unscape 预览窗口里面看到它，但是呢我们在 SU 里面它是以线框显示，对吧？一定要把它材质先调好再说。这个呢，我给它一个塑料啊，给它点凹凸。这个线呢也给塑料，这个肯定是陶瓷，对吧？陶瓷稍微啊冰裂纹，对吧？稍微有一点凹凸。这个是大理石，这个是金属，啊，这个是布。这个是陶瓷，这些呢都是陶瓷。然后这个是布，这个呢，我想给它有一个这个玻璃的感觉，所以呢，我就给它给一个抛光啊，就这幅画它是有一个玻璃的一个面的，对吧？这个给一个金属，啊，那上面这些这个也没调，对吧？这个木纹啊，我是烤漆的啊，没有这个凹凸。那这个呢，我给一个金属。这些呢，我们就都给陶瓷就可以了。这个是大理石，这个是抛光。这呢，我可以给个玻璃啊。
好，没问题。然后天花给一个塑料，对吧？它这个正中心啊是有颗灯的啊，那我们就给它做一个，对吧？就这个，如果是建模哈，建模如果直播的话，经常会出现这种很尴尬的场面，哎，啊，就是这个没人说话，对吧？一直在建模，所以说这个建模啊，它不太适合做这个录播，不太适合做直播啊，就很麻烦。好，我们简单啊，做一个这个斗胆灯啊，虽然不是很规范啊，但是，看上去是那一回事，对吧？然后呢，把它啊归到这个，把它们设为一啊，把它呢剪切进来，对吧？啊，它们没有成组啊。这个是我当时做效果图啊，比较着急啊，就没有全部成组。这个场景啊，它灯很少啊，就这两颗。这个朋友啊，他说这个梁啊，其实他这个施工图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哈。你可以怎么说呢？因为这是你那个。模拟的项目啊，你可以怎么说呢？给它一个差不多的一个高度啊，但是你如果现实中啊，你的项目啊，你肯定是要按照这个现实去做，对吧？一模一样去做。它这个我反正感觉它这个梁高啊，因为它上面都有尺寸，对吧？梁的一个尺寸，但是怎么说呢？有出入，对吧？有问题。我们可以给这里啊倒个角。好，我们保存一下啊，看一下还有没有遗漏的。哦，基本上差不多啊。看一下啊，每个材质都有了，对吧？这个是自发光。这个呢，我们给一个抛光啊，就是灯的这个外壳。好，差不多啊，保存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啊，就是打灯啊，灯呢就非常非常简单了，对吧？聚光灯，找一条直线往下拉，好，然后呢找到这个，
找到我们这个射灯 IES 对吧？然后4500K 对吧？好，把它呢放到这里。对吧？它两边就都有了。好，这个呢是我们的墙面上的灯，也就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一个这个射灯。那么接下来啊，就是要打这个物体灯，对吧？给这个软装上面打灯。啊，这个为什么打呢？是我们上一节课和上上一节课都解释过了啊。因为这个 Enscape 啊，它就是一个特性，它和微锐啊是不太一样的啊。微锐有时候我们也会对这个软装啊加一些补光啊，因为怎么说呢，像绒布啊，像这个丝绸啊。亚麻布啊，这些啊，如果不打的话，它的这个，这个质感啊，是没有那么体现的那么，完美的，对吧？这里要不要打一个啊？看一下。这里呢，其实啊。我们中间打一个就行了，对吧？因为它这两边啊已经有两个这个补，已经有两个这个射灯了，对吧？它把这张桌子已经打亮了啊，我们中间再打一个就行了，把它放到正中间。好，然后同样这个窗帘啊，我们给它来一个看一下，不行的话再删掉，对吧？这个设为唯一。啊，没事，我们这个随便打啊，不要的再删掉，反正不花钱嘛，对吧？好，墙面灯、地面灯啊，然后就是不是墙面灯、物体灯啊，下一个是地面灯，对吧？同样，我们地面啊，这个地面很小啊，我们这里来一个。然后我们到下面啊，把这个楼板隐藏掉啊，我们可以这样选，对吧？好，选中之后呢，成个组，然后往上拉。好，拉到一定高度，对吧？全部选中啊，我们还是设为唯一。这个灯啊，就是比较的暗一些啊。然后，这个没有地毯啊，我们就不用什么地毯上就不用打。那这里完了之后呢，就是特殊灯啊，特殊灯光，我们这里啊可以打一个球形光，对吧？啊，这个台灯是我自己建的，实在找不到一样的。这个一定要小啊，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的那个教训，对吧？这个灯啊很敏感。把它放到灯罩的一个中间。好，放完之后呢，我们这里啊还有个灯带啊，其他就没有了。它这个柜子里面啊是没有灯带的啊，就是它的一个原设计。啊，对，天花还有啊，天花还有。哎，我的这个圈为啥丢了？好，矩形灯，对吧？我们要往上打，好。哎，几个点啊，确定好之后。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啊，一个面我要复制到这个灯槽这里，怎么都过不去，怎么办呢？ Alt 加 X， 或者说啊，你可以手点这里，啊，这个，哎，不对，这
这个 X 光透视模式，我的快捷键是 Alt 加 X 啊，你就可以直接找到这里，对吧？然后我们这里啊就有一个灯啊，我先给它删掉。好。然后呢，它呢可以，这个面光啊，可以模拟啊，它这个灯照出来的一个这个范围啊，我可以看到，对吧？啊，它有一个黄色的一个东西，还很人性化，很人性化啊。然后这个灯啊，我们还是啊可以黄一些，3700，然后给它拉过来，这个长度应该是够的吧？啊，够的。啊，然后呢，还是啊，我们这块啊，因为它这个面积实在是太小了，我怕出光量不够，我们呢这样倾斜一个20度，对吧？一定要记住它的度数，到时候不行的话再给它转回来。这个呢可以稍微拉高一些，对吧？好，保存一下。然后呢，把它呢尽量放到灯槽的下面，要不就会看到这个面光。然后就是我们的天花，对吧？天花呢，把它隐藏掉啊，这样更好打一些。矩形光往上，往上，再往上，再往上，对吧？好，放到它大概中间的一个位置。好，放到中间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还是啊，给它稍微拉高一些，然后呢，给它一个暖一些的吧啊，拉到这儿，啊，痞子助手，然后啊，找到它的终点，对吧？把它来选中，成个组，然后进组呢，我们把一个线啊复制出来，把它俩选中啊，然后这样直接旋转复制90度啊，把这个线删，把这个线删掉就可以了。啊，我们把这个楼板先隐藏一下，然后啊，是不是它这个有些多余，对吧？然后呢，我们啊，先把这个位置调好。好啊，然后这样拉过来，然后我们发现啊，它也变短了，对吧？所以说啊，我们就不能把它俩，我们就不能啊，让它们啊，就是我们要把它两组啊分开，对吧？它俩是一组，它俩是一组，把它俩选中，设为唯一，然后往这边拉，对吧？然后呢，天花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其他也可以显示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保存一下，好，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啊，开一下 Escape。然后 Onscape 它这个参数啊，还是延续着我们上一节课啊，就是上一节课这个卧室的一个参数，所以说啊，它的饱和度啊明显偏高，对吧？饱和度降一降，然后曝光啊可以稍微拉高一些啊，然后这个灯光这个全局光啊可以拉低一些，好，然后这个色温呢可以暖一些，对吧？这个对比度啊，我们一般就点上自动。如果你觉得不太好的话，你可以手动去调啊，也可以的，这个都无所谓。好，我们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样。发现一个问题啊，地面的这个地面补光啊，有点太狠了，对吧？把它呢还是降一降。再看一下啊，
然后呢，窗帘这个光啊，同样是也出问题了，把它呢一定要啊设为唯一，对吧？要不其他的也都会跟着调。好，降一些啊，你看稍微有这么一点点，让它这个窗帘啊有点这个质感，对吧？就可以了。天花的灯啊，正好，我觉得是正好，对吧？嗯，基本上没啥了啊，是不是很快，对吧？我们几点上的课？5点，不是4:30啊，20分钟啊，一张，就是我们模型做好以后，对吧？就是这个后面的一个参数啊，打光啊，这个白软装啊，其实也是很费功夫的啊，你挑模型啊等等，其实最费功夫的就是这里，对吧？你像 3D Max，和 Vray 啊做效果图，其实也是一样的，挑模型啊、改模型啊是最费事儿的。但是呢，Vray 啊，它的渲染又慢啊，所以说就更费事啊。其实 Enscape 啊，如果你的甲方很纠结，或者你方案没定好，一直在改，那你这个图啊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出来，对吧？但是啊，就是帮我们节省了一下这个渲染的一个时间啊，节省了就十几倍的一个时间，对吧？像5000的图啊，Vray 的话，最高质量啊，我们就说最高质量，差不多要渲染一个，50分钟吧，50分钟是要的，对吧？然后 Enscape 啊，50秒啊，30秒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好像啊，它这个 bug 出现了，我一直在等这个 bug，就是 Enscape 的一个，看有没有。啊，好像没有，就是这个 IES 光啊，会有一些这个光斑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光斑啊。大家如果出现这个 bug 的时候，不要着急，你把 Enscape 关掉，不用关 SU，把 Enscape 关掉就可以了，关掉重新开一下它就好了啊。大家觉得哪里还要补光？这里面我觉得不用补光啊，因为它本身它设计里面就没有设计这个灯，对吧？它就是下面这里啊设计的一个灯，这边呢我也不补了，因为墙上没有灯啊，我也不加这个光丝。材质的话看一下，啊，有那么一点凹凸，但是这个凹凸啊有点过，对吧？我们啊这个太高了，好，这个差不多，然后反射我们可以加一些。让它这个更光滑一些，看起来。对吧？这个是不是爆了？对吧？其实你不打光它也爆，为什么？因为它是白色，而且又离窗户近，对吧？这个地面我们凹凸啊，再给小一些。那我就把这个灯啊。单独右击啊，设为唯一，对吧？设为唯一，然后啊，降一降，啊，降一半差不多。好啊，差不多就这样啊。反正做效果图啊，宁愿暗也不要太亮，对吧？因为我们太暗的话，可以去 PS 里面调；太亮的话就不好调了 PS。然后呢，这个轮廓啊，我会稍微，你看。它就是这个边线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你像这个，比如说书架这个侧面，转角的地方啊，它不是那么明显，对吧？你看加一些线啊，你看这个转角啊，你像这个直棱直角这个地方，哎，它就会无形中给你勒一条黑色的一条细线，很微乎其微。这个呢，其实如果啊你去，如果它这个黑，比如说哪里都是这个黑线啊，你就会觉得。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物体啊都非常立体啊，可能它一条很淡的黑线啊你就看不出来，但是每个转折地方啊都会有这个黑线啊，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物体啊，这个整个场景很立体啊，稍微给一点啊，大概20%以内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前面再补一点灯。就是这个渲染速度啊，一定不要和甲方说啊，就是不要
说难听点就不要嘴贱啊，就是说没事你随便改，我这个渲染很快，我30秒就出来了，反正你随便改，千万不要说这个话。反正我和甲方交流啊，都是，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斗智斗勇吧，就是我会和甲方说，我说我要渲染很久，然后还要花钱用渲染农场，对吧？他也不懂啊，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渲染器，对吧？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啊，Nscape 没有普及，然后呢遇到的一个信息不对称，就是我们和甲方的信息不对称，所以说啊，就导致他们啊对这些东西不太很懂，而且他们也不想去研究这些东西，所以说啊就会啊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不对称，然后你可以千万不要说啊你这个渲染很快，要不真的甲方这个大家应该也懂哈，这些斗智斗勇的一些计策。否则啊，甲方真的是变本加厉啊，真的是很讨厌。有的，还有什么交方案要在下班前交，对吧？这些都是套路。看一下啊，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这个不锈钢啊有点黑，或者说啊，我们把不锈钢的这个反射啊。啊，调的低一些，对吧？也不是不锈钢啊，就是一个金属，黑色的一个金属。可以了啊，我们出图。同样，这里呢也要测试呀。那我这里啊，因为我们之前啊都是 P 的这个很规整的这个角度啊，我这个 P 一个刁钻一些的角度。啊，这个角度，反正它每个角度啊，它这个。曝光啊，等等啊，其他一些参数啊，都是需要调的，对吧？就是每个角度，可能你这个曝光值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好，我们这边啊稍微有些穿帮啊，我们这样啊是适当的转一转，哎，好，右击摁 U 更新一下，对吧？这个还好一些啊，这块看怎么弥补一下啊。好，摁一下 U，好，然后同步一下相机。好啊，只能这样了，对吧？再转就没得看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啊，还是给它摆正吧，感觉很奇怪。20，或者说啊，我们这个往下一点啊，感觉这块也就有点爆。好，差不多，对吧？那我们这里啊就出图，出图呢，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想把上下各就是看的稍微多一些啊，尤其是上面，所以说我这里呢就不能出一个这个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构图一个图了，对吧？我可能出一个，比如说5000乘以4000啊，就近乎于正方形啊。对吧？然后呢，我们先这样炫一下，对吧？如果不满意，我们可以及时暂停啊，保存。啊，卡住了啊，大家稍等一下。啊，这个有点夸张啊。我取消一下，取消的时候一定要耐心啊，不要一直点那个 ESC 键，这些来不及取消就炫完了。好，取消了，然后发现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书啊太光滑了，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仔细一下。然后这个罐子啊，这个都是陶瓷啊，也没意思，对吧？我们就给它一个
粗糙一些的啊，亚光，然后呢给它点反射，这个也是亚光啊，给它点反射，然后这个罐子也是啊，给个亚光啊，不是反射，给个凹凸，我说错了啊，这俩罐子啊给个凹凸，然后这个书啊反射降一降啊，这个反射太强了。好啊，好，现在这个罐子啊就可以了，然后还是输出啊，输出呢就是5000啊乘以3500，看一下，啊，直接 shift 加 F5， 好，走，啊，这个差不多啊，还可以，然后下面左下角这块啊，我们到时候裁掉它就行了。这种视角可能大家用的很少哈、啊，其实我也不建议啊去经常用啊，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思路，对吧？好，然后呢，我们把它拽进来，通道图拽进来，啊，回车一下，然后这个调这个裁剪啊。明显我们下面啊是多了，对吧？可以裁剪一些啊，这个到时候再裁剪哈。还有这个右边啊也挺多的啊，我们先不裁剪，然后呢还是一样的啊，给它绿色一下，好，稍微提亮一些，然后啊叠加，你看这个松树啊是不是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叠加完，增加一些对比度啊。干一下 ，Ctrl Shift Alt 加 E， 干完之后呢，我们啊总体调一下 ，Ctrl Shift 加 A， 啊，这些就是就像流水线一样啊，这个，对吧？就是这一套啊就下来了啊，然后色温调一下，想暖一些还是想冷一些啊？我觉得它原来就挺好的哈，我们这个Camera Raw 啊，顶多也是一个微调啊，你调不到哪里去啊，因为它本来。渲出来呀，就是挺不错的啊，你不像微锐啊，微锐呢，就是你渲出来啊，就发灰啊。当然最新版本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以前用啊，我是用的 3.6 啊 ，3.4、3.6， 有点发灰，现在是 4.0 了，你需要调整很多的东西。但 Enscape 啊就好一些啊，你像高光啊，你可以降一降，因为它这个这里啊有点爆了，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技巧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白色的瓷瓶子啊，白色的这个叫什么亚麻布，对吧？你可以把它的颜色稍微降灰一些啊，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这个降灰一些，它炫出来还是白的，对吧？但是你如果调成白的话它会曝光，哎，你调个灰色它炫出来就和我们这个白色差不多，比如说你吸上这个，对吧？哎，直接把这个有贴图、有真实贴图的这个材质，给它降一降，对吧？你看它是不是就变灰了？啊，它炫出来呢就没这么爆了。这个、啊、和灯光没关系啊，因为真的离这个窗户啊太近了啊，就会爆。啊，你像这个同样是白色的这个离窗户远啊，它稍微好一些，对吧？啊，像这边就爆了，这边也是白色，对吧？稍微好一些。你像这个啊，它本来不是白色也曝光成这样了，就是这个台灯，对吧？然后对比度呢大家可以增强一些啊，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边缘啊特别暗啊，然后明暗面对比特别明显的这种风格啊。好，亮面降一下，阴影呢可以变亮一些啊。你看这个书架里面这个亮度啊是不是提起来了，对吧？
然后饱和度啊，就不用管它了。这个我感觉也没啥可 P 的哈，还是把高反射物体选出来，通过通道选出来，然后图像调整阴影和高光。你看，瞬间是不是提亮了？觉得它太亮了，把这个不透明度降一降。好，啊，像这个金属啊，它反射就是很够的啊，我们就不去，看一下调整出来好不好看啊，不好看就算了。还有一个，还有金属，这个窗户就不用调了，已经反射已经足够了。给它一个阴影和高光，啊，是不是又亮了一些了，对吧？可以看一下，啊，又亮了一些了。然后这个金属调一下，是不是又亮了，对吧？就看个人啊，你想让它亮一些，亮一些。你觉得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这种感觉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调它，对吧？哦，窗户你看，给亮的时候反而很奇怪了，对吧？保存一下，哎，老忘记保存。然后我觉得还好啊，我是不知道要该调啥了，然后裁一下。看一下这个行不行啊？好，差不多。该调什么呢？地面啊，是质感是很棒的啊，我觉得很棒的。把这个红色这个布啊调一下，我们让它啊这个颜色更加好看一些，可以饱和度。啊，拉高一些看一下。啊，没有任何变化哈。那我们就不调它了啊，它本身就挺好看的。好，那么最后啊，把这个外景啊做一下，对吧？外景，然后啊，我们复制出来，哎，把它放到这里，然后找一张啊，这个外景啊。P 的好不好啊，和技术完全没有关系啊，纯粹和你找的素材有关系啊。素材适合的话，P 出来就很漂亮啊。好，比如说这个，哎，好，你先把它透明度降一降啊。好，透明度降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给它调整一下。好，差不多啊，然后呢，还是啊，和我们之前一样。把这个外景图片啊放到我们刚才这个啊窗户这个阿尔法通道啊这个算是阿尔法通道吧，就是这个窗户外面，然后啊放好之后，在它中间它俩中间点摁住 Alt 键，就有一个箭头点一下，哎啊是不是它这个就调整好了，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哎调整一下它这个位置，对吧？可能这个透视有点问题啊，这个角度啊就比较刁钻，对吧？所以说你找的这个外景图啊也是比较难找啊，所以说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啊，否则就是怎么说呢，会变成笑话哈。我觉得我这个本来就挺搞笑的，然后就是有点画蛇添足，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呢，再调整一下。把它俩合并一下，合并完之后呢，我们要干啥事呢？把它往死里曝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啊。你要确定。首先啊，先去个颜色啊，去点颜色，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颜色啊，然后。把这个曝光往高了拉，对吧？
还是不理想啊。我们先给它绿色，给它加绿色，对吧？加一些，然后呢？还是先曝光吧，曝完光，把颜色去一下，然后给它增加一些这个绿色，对吧？然后再增加一个绿色，我们给一个滤镜，给一个镜头模糊，啊，这样呢就让这个窗户啊，就有那个光啊溢进来的感觉，对吧？有点这种感觉，啊，对吧？啊，这个外景啊，一定要和我们天光这里啊搭配好。比如说我们天光啊，这里特别的亮啊，爆成这样了，然后你的外景里面还是蓝蓝的天，对吧？白白的云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像这么曝光那个外景啊，肯定是惨白一片，对吧？比如说你就像这样啊，这样也还好。好，报一些。那我们这张图啊就差不多了。啊，应该没什么了，对吧？如果觉得上面啊比较奇怪的话，可以裁一些。啊，我们就完全不要看到这个天花了，对吧？啊，这个反正我就不裁了啊。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哪个好看啊？最后还是四角压暗。哎，我再看一下，这个 PS 太应付了啊，这几分钟就 P 完了，就真的我不知道该挑啥啊。本来炫出来效果就挺好，加一个四角压暗，不要太狠啊。它这个四角压暗就是其实就是模拟一下我们的这个镜头，对吧？因为我们镜头是圆的嘛。它有时候就是可能拍出来就是有点这种四角变暗的那种感觉，点下确定，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另存为一个 PNG 啊，就可以发给甲方了，对吧？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午啊做出来这张图啊，不知道大家那边看的效果怎么样？肯定是直播，肯定是有些失真的。反正我的显示器是还挺好的啊，还有就是我的显示器可能色调和大家不一样，所以大家看出来的这个可能就是觉得有的人的显示器可能很艳，对吧？看起来，有的人显示器可能就是很灰。所以说，为啥就是最好是汇报的时候让甲方来你公司啊，听你汇报啊，用你的电脑去看啊，因为你发给他可能就是他的手机不好，对吧？那颜色就一塌糊涂。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啊，把这个这叫什么？这个盆景啊。好，全部选中，然后啊，他这个不小心选到其他的了，然后给他摁 M，然后摁 Alt 键啊，取消一下周围的选区。然后呢，哎，复制出来一个这个松树，然后 Control Shift 加 A 啊，点到这个 HSL 饱和度，把绿色。降一降，啊，拉到底，你可以拉到底，好，然后呢，看到它是不是一点绿色都没有了？然后把这个不透明度稍微降一降，我们让它这个不要太跳啊，因为这个绿色啊，在效果图里面是很忌讳，也不是很忌讳，就是很跳的啊。绿色和紫色在效果图里面是很忌讳的，就是整个画面不要偏绿，不要偏紫，都不要偏这两个，这个颜色，就所谓的就是白平衡啊，这个白平衡。啊，就是你可以观察你这个物体的这个白色，或者是主大面积的一个材质，比如这个墙面，对吧？它有没有偏绿，有没有偏紫啊？如果偏的话，你就需要啊用这个。
你看它这里啊，专门有一个色调，对吧？就是让你控制这个的。如果偏紫往绿调一调，如果偏绿往紫里调一调，对吧？这两个色调不要出现，然后偏暖偏冷啊，这是可以出现的，对吧？好，然后保存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下午的这张图啊。好啊，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我们先那啥啊，看一下作业，然后呢，我们再解答问题。这个45分钟啊，讲完。说一下作业，作业呢就是今晚啊，大家呢可以啊任选场景啊做1到2张效果图，然后再最好呢是在明天上课前交给我，或者是明天下午上课前交给我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作业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你也可以放到下周做啊，就是下周我们 layout 课上之前啊，给我啊都可以。我们下周会，如果明天交的话，我们明天下午啊就可以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那我们这节课啊以及今天的课啊就上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观看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群里交流，好吧？好。今天的课啊就到这里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啊？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应该很有收获吧？啊，就剩3位同学啊，好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有是吧？啊，有收获对吧？啊，就是多练习，然后呢，多去勇于尝试你的商业项目。对吧？比如你自己接的啊，公司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那个真的就是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的事情，对吧？自己呢接一些单啊，可以多尝试一些这个商业项目，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啊，只有你尝试啊，你才能很快的去把它转化为生产力。就像我一样，我是17年末就用 Escape 了，然后18年一整年啊都不敢用它去接这个私单，对吧？然后就一直在做练习啊，就是拿别人的模型啊去渲染，对吧？然后效果是挺好，然后18年年底，对吧？就11月份才开始做，然后做了挺多了，但是没有甲方说这个不好啊，反而有就是我昨天哎是昨天吗？今天早上给大家看的那个，就那个2000多平米的那个办公室啊，那个是我之前的领导啊，他给我分了一些这个设计还有效果图，对吧？因为他觉得我这个设计就是深化啊，设计深化，然后他和甲方啊沟通好这个大方向啊，他觉得我这个深化和效果图啊都还可以啊，然后就给我做，然后他的一个反馈啊就是。要很特别好啊，然后就是比他们那边，因为他之前在深圳啊，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就回了他老家，他是这个广西南宁的啊，也是省会，就是反正他说啊，比他们那边啊要画的好很多，而且又快，对吧？就是5天出9张效果图啊，应该也算是不错的速度了，对吧？接私单没有门路哈，这个也是慢慢积累。我也没有想过去接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做一些练习，做得挺好，哎，发朋友圈嘚瑟一下，也不，然后就会有人找上你，对吧？啊，千万不要发张效果图，然后说承接效果图，然后价格私聊，这种很硬的广告啊，一般人都不会那啥的，就是用你的这个。怎么说呢？用你的图，对吧？用图去吸引他们啊！你可以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模型，比如说这种工装啊，像异形啊这种，反正就很有设计感的，自己做一下渲染练习，对吧？这个门路是慢慢积累的啊，就是也是没办法啊，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同事啊，对吧？他们肯定是。都会身边都会有一些项目。如果你积累到一定的这个客户的话，我建议哈是出来自己做，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嘛，它就是，
以剥削呀、啊、是他的宗旨，对吧？你肯定自己出来干是最好的啊，尤其是我们这种这个行业，对吧？啊，而且我们这个行业获客的一个成本是很低的啊，对吧？比如说，你像什么，像什么挖矿，对吧？就是什么挖煤啊，这些大型工程啊，你是想接你都接不到，对吧？但是像室内设计啊，设计类，对吧？这些中小型设计啊，店面设计啊，还有就是餐饮啊，这些其实甲方啊都是很好获取的，他也不会看你有没有资历，对吧？只有你只要你这个做的东西足够好啊，他肯定呢是会找上你的，对吧？好啊，然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三位同学了，好像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靠大家练习了，好。啊，没有的话可以敲个一。可以了哈，然后一定要记住练习哈。就是尽量明天可以给我，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下周啊，下周上课前给我，好吧？好啊，然后我是希望啊，我们这种集中训练啊，可以让大家2天时间啊，就是全部心思啊，全部花在这个东西上面啊，然后几天把它学会，对吧？之前我们上课都是一三五，对吧？晚上8点到10点，这样啊，就是大家特别懒散啊，晃晃悠悠的来了。听完，然后听完直接睡觉啊，睡了觉，然后反正周一，不是第二天啊，想不想练啊？不想练啊，那就，再等一天，再等一天又要上课，对吧？然后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啊，慢慢这个就最后呢就完全放弃了啊，花钱报了课，然后最后，也没有听直播，直播完了呢，这个忙的录播也没有听，对吧？这个是我之前上课啊，60%的同学的一个现状啊，所以说还是我觉得啊，周末啊，这样集中训练还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好像到课率太低了，对吧？这也没办法，好吧？好啊，我们今天的课啊就上到这里啊，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练习啊，一定要多多练习。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啊，大家拜拜。